之前你可能至少要知道几件事。第一个，它的算术运算值，刚好提到加减乘除，然后呢再来这个 person 刚好提过，就是求余数，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。那如果在 VBA 里面，它不是叫 person， 它叫 mod， OK， 以色列里面有个函数叫 mod 啦，其实也是求余数嘛，然后另外就是除除就是求整数部分，也就比如32除以5的话，你如果除，那它就会可能有小数点，但是如果你要求整数的话，它就会留下6点多，它等于把它小数点去掉。不过其实哈，这个除好像用到的比较少，为什么？因为相对的，你用除完之后，你外面挂个 int 就好了嘛，就是再把它转成整数，不就也是一样的结果？所以哈，这个东西导用的比较少。啊，另外的话，底下哈，刚刚那个7哈乘乘，刚刚我可能讲叙述有点太快了哈。乘乘的话就是几次方了哈，后面的话乘乘2的话呢就2次方，啊如果3的话就3次方，4的话就4次方 ，OK， 一直类推啊，因为在其他语言里面，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这样用法，啊其他语言大部分像 Java 里面就是一定用 math 点 pop， 啊然后你要给哪一个数字的几次方，啊这边的话稍微是比较特殊一点点，啊就是记得是乘乘，后面的话就是几次方的意思了哈。那再来的话，其他就关系运算值，就比较两个有没有相等哦。啊，记得哦，等于哦，在 VBA 里面叫一个等于而已，可是在Python 里面要两个等于，在 Java 或 JavaScript 也是两个等于。OK， 所以常常同学哦，之前有习惯写那个 VBA， 啊，写完之后就漏掉写等于，忘的应该是两个等于。OK， 要两个等于哈，啊，不等于的话呢，就一个惊叹号，不等于哦，这边就要。不等于齁 ,OK, 所以齁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是等于齁，可是 VBA 是一个等于齁。那这个比较运算值，这个是如果我今天不等于的话，是惊叹号加一个等于叫不等于。可是在 VBA 里面的规则不一样， VBA 里面不等于是什么呢？小于大于 ,OK, 齁，这个是在 VBA 里面的叙述方法。齁，所以如果你现在写的是 VBA 的话，那你就改一下就好了。反正知道规则哦。啊，其他的话像大于、小于、大于等于、小于等于，这个都一样的。啊，只是之前有同学会问那种很有趣的问题，有没有想过的问题啊？有大于等于，他说可不可以等于大于，就是把等于写在前面。他问这个问题，我真的没办法回答，因为我没有想过，像这种规则就把它记下来就对了，因为这个规则不是我定出来的。这个是它语言本身的固定的规则，所以是不可改变的，所以这个当然呢，你固定的你就要把它记下来，那其他的话像那个逻辑运算值，包含就是 AND 跟 OR， NOT 我用的比较少，因为 NOT 变成你要转个弯然后再比较，我觉得常常会反而判断错误，所以 NOT 我相当少用，当然你要用的话也可以啦，本来是 true 外面包一个括弧 NOT 就变成 false，好啊，如果 false 刮胡就变 true 了，就颠倒一下而已。可是我是觉得对我的脑，对我的那种齁思考逻辑，我觉得很不太习惯。所以通常我不会这样用。OK, 好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懂了这个规则之后的话，我们要来写一个判断年龄的程式。那我先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那你们可以想想看要怎么写。首先第一个齁，一样是在 SRC 上 new 一个新的 module。那 module 名称的话，也许哦，我就取名称叫年龄判断好了。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 name 的话，可以打中文没关系。好，如果你刚才打中文打英文都没关系啊。然后 finish， 接下来如果我今天希望哈写一个程式，这个程式很简单，但是逻辑哈变成说呢，我这个逻辑啊有几个，第一个必须要让使用者可以 input 一些东西，所以你要学会什么如何。用 input 去输入资料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的话规则是，我必须要有四种逻辑。第一个，18岁以下，比如说打17岁，他要输出未成年。第二个规则是说，我如果今天假设是20岁，应该是18岁以上，到那个所谓的35岁，那就是青年。OK,
那如果35岁到65岁的话，哦，我应该36岁好了，好像是壮年，35到65 OK， 好，是壮年，好，等于现在到65岁还是壮年，好，也就是现在退休年龄，好，不断的向后，因为可能现在大家也健康了，好，没什么事，学点东西也不错，好，反而比较不会老化，所以之前蛮多来学拍摄的很多都年纪蛮大的，哦，活到老学到老 ，OK， 而且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，应该还蛮有效的啊、哦。因为你脑子有动的话啊、哦，其实相对的比较不容易衰老。那、啊、另外的话，第四种逻辑就是，如果你是65岁，啊，比如66岁，那就老年。啊、哦，类似像这样子，所以会有四个逻辑，也就是多重判断。那在 Python 里面呢，要怎么样撰写这一段程式啊？基本上大概你需要知道几件事，第一个。如何使用 input， 所以第一行齁，请你打这个 edge， 这个 edge 是我们的产生的变数了齁，这个变数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输入一些资料，你就打一个 input， 所以以后呢特别注意齁， input 刮弧里面的话你就给它一个字串，这个字串呢就是将来会显示在这边的啊，请输入年龄， OK， 那、啊、它就会跳在这边，接下来呢如果我输入一个年龄之后的话，他就会把这个你输入的结果怎么样就丢到这个前面的变数里面。OK， 好。那不过特别注意哦， input 哦，它带过来的东西的形态诶是什么呢，特别说它带过来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用 type h， 那你会发现它给你的是一个字串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你的年龄哦，如果你用字串哦，特别说字串呢如果要跟数字之间比对的话，那你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记得啊，这一题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也是非常容易做错的，记得啊，你 input 的外面请你再包一个 int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没有把它转成数字的话，它要比对就会发生错误哦。 OK， 好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要再撰写好底下的程式，那主要分成几个段落来看，第一个一重逻辑，这个所谓一重逻辑说，如果我的逻辑很单纯，如果为 true 我就进到下一行，为 false 我就跳过，就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那以这个来看，你会发现如果今天撰写方式是 if 空一格，这个 h 做一个比对，后面的话是一个逻辑判断，记得最后请记得要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冒号OK， 啊，在 VBA 里面是一个 then， 好，所以这边加一个冒号表示结束。前面是一个逻辑哦。接下来的话记得哦 ,enter， 然后撰写什么，特别是哦 ,print, 未成年啊、哦、如果他这个小于18岁的话那就未成年。啊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底下你按 enter 哦，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 tab 键哦，这个是一定要留下来的。如果没有留下来程式犯错，因为它这我刚刚讲过在 Java 有大刮弧，可是 Python 没有大刮弧，可是问题他怎么去判断说这个一个执行叙述的头尾齁，他就透过什么，透过一个阶层 ,OK, 就是一个 tab。那再来的话呢齁，如果不过你现在执行它的话，它只会怎么样，如果你输入17岁它会输出未成年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假设输入19岁好了 ,OK, 大于。Enter 会怎么样？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因为它跳过了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一重逻辑。如果你今天呢，假设你要再加一个反之两重逻辑的话，那记得你这边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else。OK， 然后呢加一个冒号 ，Enter 一下，把它怎么样？再把这一行拉到这边来，然后呢让它怎么样 ？Print 成年。这个就两重逻辑，也就是有 true 跟有 false， 这个两重了。那如果说我又再加什么，成年未成年，那如果我现在想未成年，然后再青年壮年的话，青年壮，所以就多重了。特别注意啊，如果两个以上逻辑啊，请特别注意啊，请你在 if 的下面这边呢。再增加一个多重逻辑叙述啊，在多重逻辑叙述在 Python 里面的话叫 L if 啊，叫这个 L if 啊，这里的话你就打上什么 EL
好 ，elif 这边，接下来的话呢，你要告诉说，哎，那你的那个年龄范围在哪里啊？年龄范围的话，我要是，哎，是吧？这个 age 怎么样 ？age 必须是大于等于18岁，而且 and， 所以特别说中间请你加一个 and 什么呢？这个 age 啊，它是什么？小于等于，假设35岁好了，哎， 35岁啊，记得后面加一个冒号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第二个逻辑啊，跟第一个逻辑最大差别是前面加一个 year 哦，那你把它这边按 enter 啊，假如说呢 ，print 啊，它就是青年啊，假设18岁到35岁是青年，所以这边的话改一下啊，把这个逻辑也许你就是再改个青年。那再来的话，这样的话你会发现，如果他的年龄是18到35，他就跑这里。那剩下来哈、哦，壮年的话，假设是我如果逻辑是，哎，他是大于等于36岁好了，好、哦，小于等于65岁，那他就是壮年。OK， 那你这边把它改一下，壮年。所以其实拿上面来改会比较快一点。这边的话，你可以改一个壮 ，OK 哈、哦，壮年。那反之的话呢，剩下来的。那就是老年 ，OK 哈，因为其实他判断完，哎都没有了，剩下来就是66岁以上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假设最后都跑完了，哎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你这边的话就可以把它改成叫一个老年 ，OK， 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程式给写完，然后请各位试一下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未来哈，以后程式里面一定几乎都会有这个逻辑判断。那有可能是一重，有可能两重，有可能多重哦。来，画面切完给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